守城是香港警务处继2001年之后，事隔20年再次和制作公司合作拍摄警队大型宣传片。今次的宣传片为了向公众展示警队专业和最真实的一面，片里面每一个警察角色都是由真实的警务人员担演。今次的拍摄工作就动员了超过15个警察单位，超过600名警务人员，其中在湾仔会展拍摄的一个大型场景就足足动用了超过400名警务人员参与拍摄。由于宣传片是以反恐作为主题，所以多个负责反恐工作的部队也都有份参与演出，当中包括铁路应变部队、飞虎队、反恐特勤队、机场特警等等，当然也都有赖政府飞行服务队的协助。同时也都动用了警队不同部门的车辆，例如流动指挥车、锐武装甲车、交通警的车辆。守城有守护我城的意思，亦都代表了香港警察一直默默地守护着香港。警队各个部门会继续上下一心，肩负起守护我城的使命。